はい、失礼しまーす。前几天阿川在餐厅工作的时候突然倒下来。我有个朋友的小孩最近变得怪怪的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识了，讲话也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老先生，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看是你的小孩吧。春，来，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？爸，我觉得春怪怪的。你找我？你说那个漂泊的灵魂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看这身体空着，我就住进来了。那你是谁？我还想问你是谁。他短时间不回来了，你就先待着吧。